我是小林。大家好，我是月儿。告诉大家，今天是个好日子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我们的小林钓鱼场正式开业了。恭喜恭喜！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小林钓鱼场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呢？听说设施非常的完善哦。对啊，快去看看吧。哇，快看我们的小林钓鱼场呢，有好多东西哦。哇，有螃蟹，还有大虾。墨鱼，还有黄色的墨鱼，对，黄色的墨鱼，还有各种小鱼。你看这个橘黄色的小鱼，蓝色的小鱼，哇，还可以有 Hello Kitty 钓哎，呜！而且呢，这边有准备了一大一小两个钓鱼竿。那今天呢，然后小林和月儿就要来比赛，谁钓起来的东西更多。那你想要哪一个钓鱼竿？我想要 Hello Kitty。我也想要 Hello Kitty， 我觉得这个 Hello Kitty 的钓鱼竿好可爱哦。对啊，那我们就要来玩游戏来争取这个鱼竿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来玩一个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们很久以前的一个视频，叫做呢枪枪枪游戏，开始喽！枪枪枪，耶！哇，枪枪枪，耶！好厉害啊！这都能赢，因为我已经非常好的揣摩到你的心里了。哇，好，那 Hello Kitty 的这个鱼竿呢，然后月儿就可以带走了。哎，不过我的这个钓鱼竿也很好，而且更大哦，因为它的比较大。对，我的更长，然后我呢是这个变形警车 Pony 里面的安巴钓鱼竿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拿到各自的鱼竿之后，就要开始钓鱼比赛了，看看谁钓的鱼更多呢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的钓鱼对决呢，正式就要开始了。好难！好了，然后呢，我们收，方向反了啊！好，收到最后一个点，然后呢，拿下来啊！我们现在时间好像差不多。对，哎，这只小螃蟹，我要钓这个大虾，耶！哇，我钓到这个蓝色的鱼了，收，蓝色小鱼快到姐姐碗里来。哎，我这个蓝色小鱼为什么一直钓？你为什么要那么执着的要钓它？好，钓上来了，小林的鱼塘已经被我承包了。耶，哇，你好厉害呀。因为我小时候就喜欢去你的鱼钓就告诉我不能太嘚瑟哦。对，我们的钓鱼呢已经结束了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各自钓起来了几条鱼呢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这样都能打平哎！这样都能打平。那我们要看来要进行第二轮的游戏。好，那我们就第二轮好了。好，那我们第二轮要加快速度了。3、2、1，开始！我快，哇，好快，速度越来越快了。啊，我总是啊，抓紧！啊，月儿好厉害，我总是领先，我总是搞错这个。你怎么了？安巴，你要加油。好了。哎，你知道为什么我可以抓鱼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现在是 Hello Kitty 啊，因为小猫喜欢吃鱼啊。哇，真的！我现在已经第四条。天哪！我要来跟他抢最后一条鱼。可是我都不会用这个。看他上谁的钩呢？我们两个互相上钩，对，互相上钩。这只鱼为什么我们俩要坐在一起了？不过呢，反正就算我钓起来了，应该也输了吧？你不可以放弃啊！好，那我们来看最后谁把这个小鱼钓起来。小鱼，我要等着小鱼来吃钩。哦。小林好厉害！可是你让我
哎，你在旁边，因为我是姜子牙钓鱼。就坐在这儿等上钩。对，谢谢呢，我们月儿让出来最后一条小鱼了。好，那现在来看一下吧。1、2、3、4。你还有吗？我还有啊。5、6，没有了。7。哇，所以第二轮当中呢，月儿钓到了7条小鱼，然后呢，小林钓到了5条，然后最后一条呢，还要感谢我们月儿让给我了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这个钓鱼比赛怎么样？大家看的还有趣吗？如果觉得有趣的话，别忘了订阅我们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